女生李多慧拥有甜美外形、随和个性，且亲和力十足，吸引大批粉丝追随，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。近日，她搭机来台并透过 IG 现实动态分享了一张照片，身上的穿搭却意外引起热议。照片中，她靠在飞机座位上，一手捧着脸颊，做出微微嘟嘴表情，模样相当清纯可爱。而她身穿灰色贴身高领上衣，紧身设计衬托出她凹凸有致的火辣身材，下半身则搭配黑色短皮裙，黑色丝袜隐约透出了坚实的蜜腿线条，整体造型散发出甜美感，又带点小性感。照片一出，立即引起热议，有网友将照片转贴到 PTT， 并大赞多慧的蜜大腿，引起热烈回响。不少多慧的粉丝纷纷涌入留言大喊：“这张照片拍得太好看了吧，这腿真的超可以，多慧的腰跟腿结合在一起，根本是 PR99 的存在啊。”Bye.